其实我的想法特别的简单，就是想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去拍一部属于那个年代的这样的题材的一部作品。两万将士，三万强。实际上雪花山的那一仗，赵寿山的一万多人马也受了大概两三千人，一万多就打光了。我们想用我们已经掌握的一些历史资料，包括我们搜集到的一些材料，那么能够更加真实的、更加贴切的去反映中条山保卫战的那段历史。如果从策划这部作品开始，如果明年能够顺利播出的话，那我想是五个年头。对，而且我觉得一部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反正调子呢都不是特别亮。我明白，我明白，这样好，这样好，就是那种大红大绿的那个吧，就感觉就好东西吧，也不像个好东西。是我想做一个，跟以往的或者说跟同类型的题材不太一样的一部戏。这套戏跟战车没有相当于几百万的戏。所谓的这种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真实感，一种代入感。没问题，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不要太亮，就这个细节你们要搞清楚，别随便用，要用，咱就把它用的特别专业。你想要达到自己的那种要求，达到这个剧本当中所描述的那种风土人情不一样的这种地理环境，那你就必须要付出最大的努力。它等于是一个小坡，有一个反坡，过那棵树，然后还有将近这么一半距离呢，够了。好嘞，谢谢，李总。当今的中国，现在的这种气息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当中。如果说你想拍到不穿帮的镜头，那一定是你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其他的戏在随便找一个山头或者说一个村庄我就可以拍了，但是我们这部戏可能往往你要沿着这条路要往里面走一二十公里。你还不走了，这种是怎么弄？就是我现在就觉得赵老师，我觉得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脚上这个汁儿就有扩大，可以，这没问题，甚至有时候都可以插在这儿。对，再拿着做。咱们是一部军事题材的戏，军人的站姿、站立、行走、仪态仪表，把大家集中在一起，目的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向这个部戏的风格和气质靠拢。走去。感谢啊，兄弟们！先上走，您对接满了两成满。配这东西，不管是什么颜色，它保证那个细的，就不对它，不管你还有还能给它一个空间。最辛苦的戏，算了。那你这部戏呢，你是做导演，所有的工作部门其实他们都要从你这儿得到非常明确的指令。这哥们往前从这儿往前跑的时候，不用去管他，他就是个土匪。等一下，左上方，这没问题吧？话筒进来了。没有，收板声了。交口令，站住，站住，站住。一路辛苦啊。喂，饿死老苏。当初要不是你包装行事情，咋会有今天这个结果？这部作品我想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作品。最近这抗日题材戏比较多，雷剧也比较多，但这个戏呢比较真实。三二一，开始看飞机，我的。小花，小花，出来！
我想将来一部能够留得下来的作品，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物的情感它是共通的。那这一点呢，是我在监视器前面也好，或者说在现场跟他们对戏的过程当中也好，都是能够非常清晰的能够感受得到的。这部戏我想拍出来一种味道，我要拍出来它的文化，包括饮食文化，包括传统节日的文化，包括服饰的文化。这种戏我是第一次演，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忐忑。首先高晓山那么正着演，我是后来我们就是在演的过程当中我明白一件事，不是说我们有个框架给他符号化。那个年代太困难，必须有很强的信念感，要牺牲自我。到冬天以后这边都是零下十几度，然后现场其实所有很多人都在帮助我，给我那个创作的那个环境和培养情绪的一个空间。嘉禾，你不能这么干，对，你不能这么干。有的时候我们进度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其实不在戏上，是在细节上。导演对细节的要求真的是特别高。那这是几组形态，一组是这种形态，一组是上面特写，再慢一点。我演的是川军团的团长范成章，因为一方面呢，我是在跟进军团的团长交流，跟这个陕军团的团长交流。那么我选择这个四川普通话，这样观众听起来就不累。坐吧，好，明儿天津。回去，给你了拥抱。3、2、1，生日快乐！